大家好，我是白梅啊，大龄宝骑行直播。现在已经9点半了。今天起晚了。起床了，怎么就10点了？晚了2个小时。好了，收拾好了，出发。哎呦，天气不错。哎，晚起2个小时，晚20公里。哎，哎我去，此路不通。还得走原路。哎呀，这运气没谁了，刚走上公路，我的支架坏了。这个东西掉了，看、啊，这东西，螺帽跑丢了。今天的天气好晴朗，处处好风光，嘿，好风光。蝴蝶儿忙，小鸟儿也忙，嘿，小鸟儿也忙。银河浮桥，啥情况？要过河吗？我问一下收费吗？卖票了。你好，前面是桥是吧？要过河。多少钱？啊？哎，好，谢谢。啊，前面是桥，再见啊！哎，人家没给我收费，有收费站的，我还以为通通都要收费的。我们来看看浮桥，在水面上浮着的吧。算了。不追。过桥不行，不准骑自行车过桥，为了你的生命安全。哎，别的让过了呀，他银河浮桥公司，别的放行了，我就过了。哦，他这是。很多桥锁在一起的，啊，铁锁连营，跟那个赤壁那个一样。看一个，多不好听！人家不让骑自行车过，但是办法，他就放我过来了，怎么办？这怎么看着像黄河嘞？不让骑自行车过，那自行车怎么弄？我这过了浮桥，都没有看到山东的那个省界牌，现在已经到泰安市辖下的东平县了，进入大山东了。程咬金，大板斧，这边还是程咬金的那个故里呢。
终于要爬坡了，哎呀，还有十几公里呢，够呛啊！5点了，我要充电宝又没电了。我进入这个平阴县城，找住宿的地方。现在所有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，没啥区别。6点钟，平阴县城南门宾馆，开一个很小的挂壁房，他们这边价格也不便宜的。你们平阴这边有什么特色？就是玫瑰园，我说吃的啊，就是你们这边本地就是什么著名的？没什么，炒鸡很多地方都有的啊，不是特色。刚好一张床。老板说你要不要升级？我说我不升级了。啊，能省一点省一点。这房间37，其他的都是65、68的。我只是充电。最后爬了，哎呦，6、7公里，哎呀，累坏了。他这个县城也在山里，啊，也是。怎么不平？这会儿不饿，先躺着休息。今天虽然时间不长啊，但是跑的那个时候不近。现在离淄博还有180公里，2天也就到了。啊，179公里，180。收听完毕，等你的。请移动到室外开货地带，然后明天后天就到了。那就是给你寄到这里了，我们再讲。